讲到迪士尼呢，就会让安娜我回想到欢乐的童年时光。而且呢，因为太喜欢迪士尼了，之前在日本念书的时候，真的是快要把迪士尼乐园给踩烂了。所以现在看到这一款迪士尼宇宙要发售了，真的是让我太开心又感动，我要玩，我要玩！迪士尼的卡通旋风已经席卷全球数十年。甚至现在有一款新游戏《迪士尼宇宙》，标榜网罗了迪士尼历年来所有的卡通明星，要在游戏中跟玩家欢乐面对面。在迪士尼宇宙里，除了大家熟知的米老鼠、唐老鸭等等明星之外，近年来皮克斯动画电影中受到好评的作品，像是《玩具总动员》、《汽车总动员》、《海底总动员》等等作品中的人物，也都会在游戏中登场。迪士尼宇宙支援四位玩家同乐，轻松讨喜的风格，加上老少咸宜的玩法，最适合呼朋引伴，大家一起来玩哦。